项目有人赚。青蛙还在叫，它叫了好久，天哪！哦，那青蛙很勤劳，它叫了好几天，晚上都不会累。对，哦，我家的青蛙比我还要勤劳，它怎么可以叫那么久？天哪，太厉害了吧！没有，这是选择障碍，它其实是选择困难。是呢，把它拿来当内里穿了。嗨，晚安，晚安。等我打完这场，可以来唱歌，就要来唱歌了。上次好像还没有选对不对？嘿，对，上次还没有选歌，所以等一下呢，我们要来选歌。等一下哦，谢谢，欢迎大师的比心。可是今天没有下雨啊，我家这边今天其实没什么下雨，就是下了一下下，但没有下很久。那在下面哦，是吗？是吗？是吗？是，没看懂。刚好的落下来了，我朋友一定觉得很奇怪，跟他说：“哦，我要直播了。”然后我还是跟他们在打，然后我飞走了，飞走一下。为什么会爆炸？谁的？谁爆炸？应该是他家的猫。有人家的猫会放炸弹。没有被闪到哎、欸，傻眼了！太快了吧！他已经可以抓了哎、欸，没抓到！咦？怎么会这样？完了！我每个都想说啊！哎，我家的猫救我了，快笑死！成功哎、欸，快笑死！谢谢，祝你快乐，我是小李。他说：“我不是去直播了吗？怎么还在打？”边直播边打。是来剪尾的，我都每次都来剪尾，超好笑。80啊，不是九一百了吧？快一百了，刚刚九十九了的样子。哎、欸，不是吧？该不要紧急任务了吧？应该还没有吧？打这一张不会有，刚刚打的是炎龙，炎龙应该还好。哦，还好，我应该
还要一次才会生。就我有跟朋友打一次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天慧龙，然后超可怕，超可怕，这种就喷射机画面，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躲得远远的，我就让我朋友打，超好笑。我说我在旁边看就好了。我说我不要占你们的那个死亡率好了，因为我死掉的话其实很不值，因为我的那个。就是我的攻击力没那么高，你知道吗？就觉得我挂掉了好像很可惜，然后我就让他们，我想说，那还是把那个死掉的那个几率给别人，好好的，超好笑。我就一个人在旁边蹲，在旁边蹲他们，他说，等他们打我再过去剪尾，这样超好笑的。对啊，他超可怕的，是。喷射机画面，你知道吗？我傻眼，我看到好像，啊，什么意思？也太可怕了吧！好的，快100，有点危险。先退大厅。OK。我每次想抽那个什么装饰品，他有的时候不是会有抽奖，然后有装饰品，然后每次装饰品的时候都抽不到大奖，然后一般的时候都会抽到大奖，就我想要我的装饰品，超可恶的。有点无法理解那个图，所以我是看不懂，好，没关系，我研究弓箭，其实我蛮想玩看弓箭，可是。好像又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容易。看一下，看行不行？在想要不要用百龙弓，可是百龙弓不知道 O 不 OK。觉得还好，这样我每次圈妹是乱的，我还是有打好吗？这只是很容易挂掉而已。我很努力在闪，我就是边对边躲边打类型，就我没办法像我一样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但是我可以边躲边打，至少不会一直死掉，你知道吗？刚开始谁没有一直死掉的阶段，对不对？超可怕的啦！我知道我现在的妆非常的美，很像那个就是很像怎么讲，就是很有我的风格的衣服。给大家看看我的新妆，然后我的猫是穿那个死神的，很好笑。按错。看看我跑屁哦，要去哪？等一下哦，大家看看我的样子，我有点难瞧那个位置。好，我是做，可是我想要玩弓箭，我对弩还好，不知道为什么。切换镜。江江，这是我的自己搭的，这是贝壳，嗨路人，这是贝壳，然后这是那个毒蜘蛛，然后这是飞蜘蛛，然后这也是贝壳，手好像也是贝壳，对，
就是它刀了，因为刀没办法改变外观，所以很丑。然后是我家的猫，可以吧？它是那个死神，然后这是夏天装，因为它原本就是全黑的，就是它原本是黑灰的，就是条纹猫，什么豹纹猫嘛，反正就是这样豹纹猫。然后我觉得反正它都黑了，然后我说那就把它弄个死神装，然后它就是夏天装，这是我的样子。这套是我自己搭的，我就觉得很好看。我要跑去哪？对，超好看。我就是把它用那个一般的长头发，原本是那个什么，就是原本是双马尾，可是双马尾还蛮不适合的，就是适合说那就用个比较好看的长发这样。这是我的目前的衣服，就是改过衣服，原本是那个穿那个神屋的。忘记是外面的，外面是谁啊？外面都不记得是谁，跟我笑。可是我觉得我的手应该可以换一个，但我现在想不到换哪一个，因为觉得好像都不怎么搭。脚有点想换啦，虽然它是凉鞋，就觉得好像还可以，可是又觉得哪里怪怪的。那、啊、有一些还没有开，就是它会那个，就是没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缺那个素材还是怎样，反正就是会打一个那样，就是画一边这样。然后是因为没有素材吗？所以不能做还是怎样的？就很好奇。冰原混，就是这样买，但玩不太起来，真的吗？可能还不习惯吧。那个骷髅也缺好多东西哦，那是什么镀银？对，我现在是贝壳嘛，死神双手，衣物的，觉得，泡芙蓉看起来就超不搭的那种笑，嗨，晚安。龙打完，我已经打完龙啦、啊，我全部龙都打完嘞、欸，我都打完天会龙了，你觉得嘞？可能有些素材没有拿到吧，可能打不够多，有些素材可能还没拿到，所以可能没有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可能就不会开放。所以我真的觉得飞蜘蛛很好看，因为它就是有点那种歌德的感觉，有点黑暗风格，我蛮喜欢的。那你能不能做脚？这脚看起来都不怎么好看，就是除了贝壳以外，其他搭起来感觉都好奇怪、哦。非蜘蛛的话就是非蜘蛛嘛。歌德的脚看起来蛮诡异的，可是感觉是就是穿起来跟他的图片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毕竟他就是个图片。好好笑。可是为什么他还要腰啊？他不就是腿吗？啊，那个大腿的那个部分，应该是吧？是吗？是内裤的部分。应该是乌拉基的部分呀。想说为什么那么高？你都已经到腰了，就是很奇怪。原来是那个的地方。好哦，看一下，这家大海狼都不怎么合哎。那我有很多的服装套，那就可以全部做一做，然后全部试一试。不过现在套件里面没那么多啦，就是试个几件起来。因为我觉得飞甲虫的脚也蛮好看的，但就是我的素材很不够，我来做看看哈，好像还可以，可是我觉得颜色有点太深，去改个颜色看看好了。外观腿有点深，
自己调色，我很喜欢自己调，应该是调个紫色，再浅一点会比较好。这样吗？应该这样，这样好像好一点点。这是哪一个部分呢？等一下，是哪个部分啊？等一下，这是哪个部分啊？是哪个部分啊？哦哦哦，这是哪个部分呢？我怎么看不出来嘞？原来是下面的部分。OK， 我想一下哦，应该深蓝色吧。嗯，为什么用假的不像深蓝色？嗯，很紫耶。嗯嗯嗯嗯，可能是色尾的关系吧，看起来很像黑色，然后现在又很像红色，为什么？看一下上面这可能，哦，它比较深一点，哦哦哦，还有细节上的差别，哦 ，OK OK OK， I get it， 嗯，很像，应该这样。看一下整体上会不会很奇怪？嘿，站远一点。嗯嗯，好像有点奇怪，因为那个裙子跟那个鞋有点不太搭嘎，还是换回来好了。笑死，还是换回来好了。嗯，有点奇怪。好，我的脚在哪里啊？在这。嗯 ，OK， 嗯 ，very good， 嗯嗯嗯嗯嗯。当然，嗯什么的我，看一下其他的手会不会很奇怪？咦咦，他用这个手不会很奇怪？快笑死！但还是觉得贝壳的比较好，硬要，嗯嗯嗯，还是原本那样子比较好看。好的，嗯，谁打我？哦，宠物 ，OK， 宠物吹风观察。像人商人像素，我还是黑暗风格啊，因为它是紫色的，紫色通常都比较黑暗一点点。哎，我怎么掉下来？白色爬一爬，爬到掉下来。来挖挖宝，有吗？没有，没有蛋，我是只来挖蛋。OK， 先储存。变态好动哦，对啊，它真的很好动哎，那个怪真的很好动，我也觉得怪很好动，它就一直乱跑乱跑乱跑，然后就想要去哪里，而且因为我玩双刀的，然后双刀就是你知道，就是要很靠近啊，然后每次它就一直乱跑乱跑乱跑，然后我就一直跟着它跑，然后就觉得好累哦，就觉得我到底是在打怪还是在追着怪跑，好笑。哎 ，King， 又到我们今天的单元。今天的歌单，我的歌单嘞，在这里。我想到我的歌单去哪 ？OK， 然后一样要用那个是什么？那个随机乱数。OK， 一到十，为什么是我？我每次按到那个不是数字。我先，你让我看一下我的 YouTube。叮，好，看一下哦。然后呢，看一下，都打完啦，我早都打完了，我都快一百等了啊，没有了，我99而已。就是一百等打完就差不多全开啦，因为就只剩下那个一百等的话就是天会龙嘛，虽然我已经打过了，快笑死，别人带我打的，因为我真的没办法自己打，超可怕。弓箭听说比较好上手啦，而且因为那个就是攻击力比较强，但是反而率会比较低，就变成说你可能要很会闪啊之类的，然后那个命中率也要高一点之类的，很可怕。哦，我最近也是一直在打魔物猎人，因为就是我朋友有在玩，想说一起玩比较 happy， 就大家一起玩比较开心嘛。然后这里就是我目前也是只有魔物猎人比较有在玩魔物猎人之类的，但其他还没有拿起来玩。
嗨，晚安。哦，对啊，天冠龙听说还蛮好看的，但是我没他的装备，我真的太少了，因为我也才打一只而已。第一次打的时候，大家死光光了，所以就没办法，因为就是就有三次机会，然后就只好重打，超好笑。谢谢阳光的方言，炮龙的衣服真的超好看，可是我没有伞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底要去哪里拿伞呢？我都没有伞可以用。但是我不知道有伞。嗯，好了，你来生产数据。一号是我们的初日。噔噔 ，OK。初日，哼。打错字了。不能打出汉字呢，好麻烦呢。你就打不出来。那点，为什么一直打不出来？奇怪，你没有打错啊！再打一次。应该有吧？有。嗯，很像，我是完整版的、啊，文字蛮多强的。看一下是不是这个？等一下，没有歌词。找歌词，笑死我！不是这个，来吃了。哎。罗马是什么意思？我不要罗马，我要歌词。嗯，现在我没有那个，不能帮我写一下吗？嗯？应该有一个是啊啦弗里加纳啊弗里加纳卡嗨来自笑死谢谢嗨风的爱的玫瑰谢谢大家的小礼物谢谢嘉宏谢谢曹向かえた今日チャンスの幕が
怪我をして休んだ時悔しくて泣いた日もある。学校とレッスンの両立が切れた日もある。だけどアンノーンがどこかで聞こえた。夢は涙の先、泣き止んだ微笑みの花。頑張ったつぼみがやがて咲く。夢は涙の先、雨風に負けず信じてる。晴れた空に祈ると遠くまで。死ぬ気で踊ろう、心を忘れず全力で呼吸で。ああ夢は汗の中に少しずつ咲いてゆく花。その努力決して裏切らない。夢は汗の中に目を出してずっと止まっている。いつかき願い叶うまで。啊！其实这首歌自己人唱还蛮喘，因为它的 key 有点高。唱到副歌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往生了。谢谢谢谢太阳空的无效极限，还有白姐玫瑰，谢谢阿红的猫福。谢谢大家。哇，好久没唱这首歌的中文了，笑死！嗨，因为这首歌听过了很多次，所以没有什么太大难度。我们来到了下一首，滴滴滴滴滴，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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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号，六号是什么呢 ？Oh my gosh！ 好哦，我哦，这首歌有点难呢，想想哦。哎，慢点！哎，其实我不知道它正确的念法是什么，先打看看好了。哎，是哎，它有没有？它有没有原版的？原版是谁唱？原版是谁唱？原版是谁唱来着？等一下。こ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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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これ。我思考一下，因为这首歌我没有很常听的。是这首吗？是吧？哦，歌迷的，歌迷的歌啊。是吗？是歌迷的吗？不是。WIS， 到底是谁的？他原版到底是谁唱的？他原版是谁唱的？因为他太多人翻唱，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原版是谁的。是郭米的吗？是吧？是郭米的吧？看看是不是郭米的。是郭米的吗？郭米吗？公式应该是吧，公式。What？ 差太多了吧 ？Hello。这个。节奏，它是 beat 鼓励的。
他的那个节奏，因为它有电子音，所以卡就会很奇怪。我找不到他开头的时间。僕がずっと前から思ってることを話そうか友達に戻れたらこれ以上はもう望まないさ君がそれでいいなら僕だってそれで構えないさ嘘つきの僕が吐いた反対言葉の愛の無駄反対の Blah, blah, blah.
电子音，所以有点难对。蛮难的这边。好喘哦，这首他中间有换气吗？啊，不对，他是真的人唱的，没错吧？他是真的人唱的吗？天哪，他一定可以把这首歌顶起来。哦，过了，我想要到哪了？谢谢大家的小礼物。今日は土砂降りの晴天でした。昨日もずっと暇で一日満喫させてしまいました。別に君のことなんて考えてなんかいないさ。いやでもちょっと本当は考えてたことなんてメリーゴーランみたいに回る僕のあなた。むずい。他太连贯了吧？还有换气。我还是，
正常的好了，快笑死。哇哦，这太那个机械音了。虽然说他是真的人唱的耶，好厉害。可是他应该是有后置那个电子音，不然不会那个就是那个有那个电子音的声音。嗯呵呵呵呵呵。啊，贝克拉现在在贝克拉。差点没疯掉，看一下要听谁，我看一下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听起来什么样子？听起来好像是慢的耶。对，而且原唱是 Gumi 啊，跟164这样是不是？应该是吧。僕がずっと前から思ってることを話そうか友達に戻れたらこれ以上はもう望まないさ君がそれでいいなら僕だってそれで構わないさ嘘つきの僕が吐いた甘い言葉の愛の歌。哇，这还蛮慢的，柔，这是那个柔情版，温柔版，抒情版。今日は高知の地方は土砂降りの晴天でした昨日もずっと暇で一万年満喫できれました別に君のことなんで考えないなんかでいないさ嫌でもちょっと本当は考えてたかもなんでメリーゴーランド僕は頭の中はもうぐるぐるさこの両手からこぼれそうなほど君にもらった愛はどこに捨てよ限りのある消費なんて僕はずっと前から思ってることは話そうか姿は見えないのに言葉だけ見えちゃってるんだ僕が知らないことがあるだけで気が狂いそうだぶら下がった感情が綺麗なのか生きてないのか僕の意味はまだわからず捨てるわけもないんだ言葉の裏の裏が見えるまでマスカラさマスくらいならいいんじゃないか進む君と止まった僕の縮まらない好きを何で埋めようまた素直に言葉にできないよ僕は先生の日本の主さ这我真的不知道こぼれそうなほど君に渡す愛を誰に移ろうそんなことにも当てがあるわけないだろうまた待つよ
我知道摩一改这个，笑死！我只记得最后一句，快笑死！谢谢我的告白气球，谢谢幻影战士的梦幻烟火，耶！谢阿妈 loop 的真情告白。哇，对，突然太慢会有点问号，很好笑。而且因为我没有听过这个版本的，我就跟着唱就对了。梦一离开，我的节奏剧。下一首，下一首，太亮，转转转转，太暗。这是假四，四是我们是唱过了呀，啊，是我们唱过了。三，三是什么 ？Nine and Tammy。因为这是一首很羞耻的歌，虽然我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羞耻。嗯，我们来找看看，知道为什么了。到牙齿好痛。
我已经会唱，为什么？可以模仿他的声线，没有啦，因为声音是可以仿造的，就是跟声优的概念很像。捞不起来，我在砍西我的芒果在砍西。不愧是我的歌单，不愧是我的歌单，直接跳到 A 美，继续再听，没有没吃完，我要继续休息。嗯，我觉得他的比较可爱，因为美玉的声音比较可爱，人是弱。前面比较旋律比较不一样，前面旋律比较难追。很突然上去，
按错了，笑死我。降下很难唱耶，やめ
我刚唱哪里呢？谁呀？快笑死！哪里呢？快笑死！地震，是我桌子在晃，快笑死！A 妹的歌真的是太好笑了。谢谢 Kia 掌声鼓励。
reset 放枪。除了马悠悠以外，快笑死！噔噔噔噔噔噔，はい、終わ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哇，这个纱裙爱仕，嘿，又是我的医美，嘿。再有什么歌啊？其实还蛮多的，还有很多呢。谢谢开着的可爱小肉球，谢谢开空的掌声鼓励，谢谢爱人的礼物。嘿，哒哒哒哒 ，rock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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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 他不见了，嗯，真的假的？太可爱了吧！谢谢欢迎这甜的心饼干，我的心是甜的啊，不是什么鬼？八号，八号之前也唱过了。十号，十号什么？这首歌，嗯，这首歌我有印象吗？看看。你像错了。啊，算了，全部都打片假名。应该会有吧。あるあるよね。はい、これね。可是这首我没有很熟哎。太快了吧，天哪！
刚听了什么？谢谢他们的可爱小鲜小鲜肉，可爱小鲜肉怎么听？可爱小鲜肉，可爱小肉球。说好简单的，哪里适合了？太快吧！太快了啦！说好简单的。放弃治疗，这比电影那个还快。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念什么。接上去唱，你知道吗？他就是很不像同一个人，很不像同一个人在唱第二句的感觉，超好笑的。然后，还有一个停顿点，那种，太可恶了，好难哦，这个。为什么要写这种像 rap 的歌呢？太难唱了吧。君にめくり合いボーイラだけど気持ちは飛びた元気どうでもいい話をしてないで接不下去了君にめくり合いボーイラだけど気持ちは飛び込み元気どうでもいい話をしてないでたっぷりさよなら とてもいい話をしてはい、好好話をして話をして話をしてこれ打ち合
気持ちは飛び乗り元気にどうでもいい話をして連弾無理そうなら欲しい大丈夫聞き耳に振り合いゴリラだけど気持ちは飛び乗り元気にどうでもいい話をして連弾無理そうなら気持ちは溶けのみ元気どうでもいい話をしてレンタル無理さよなら次に会った時には無気づきて目を合わせることもできなかった気持ちは溶けのみ元気どうでもいい話をしてレンタル無理さよなら次に会った時には無気づきて目を合わせることもできなかった気持ちない元気どうでもいい話をしてレンタル無理さよなら次に会った時には好き好きで目を合わせることもできない素材没开好因为有 blah blah 有念错的地方。飛び込み
こうやって聞いた。ある日君にめくり合いぽになったけど気持ちを止め込め元気どうでもいい話をして未練たっぷりさよなら次に会った時には好きすぎて合わせることだけになかった気持ちないしょうもないありえない恋ワールド誰もがおやさん没有，我唱应该是不正确的。我刚刚赶拍啊。Thank you.
抓。比刚刚那地方还要难唱。要打结了，爱卡拉瓦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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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念哦。呀！傻眼。爱卡瓦拉兹，爱卡拉，爱卡。会打结这句。爱卡瓦拉兹，爱卡瓦拉兹。爱卡瓦拉斯，那个地方的西，爱卡瓦拉斯，好难哦！爱卡瓦拉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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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这样记的，你知道吗？爱卡瓦拉斯，爱卡瓦拉斯，爱卡瓦拉斯，笑死！そして君とまた会ってケジラだけど瞳は一本キュート愛からだ愛からだし勉強だ勉強好好笑到底在干嘛愛からだ愛からだ愛から
Wallace， 爱卡 Wallace， 爱卡 Wallace， 爱卡 Wallace， 笑死，太难了吧。隙間だってページだだって瞳は一歩ってうと相変わらず上がりっぱなしあと言うのでバイバイ何度会ったところまだ好き好きで乱唱好今天就到这里了要疯了好难哦快笑死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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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太难了吧好好笑、哦、谢谢谢谢大家快笑死爱卡喽爱卡瓦拉爱卡瓦拉我让大家快我让大家快我让大家快我让不需要唱好吗是在 Hello 太难了这个下次再练太难了吧！不，这根本就在唱 rap， 你知道吗？太可怕了！啊、哦，好可爱哟、哦！我是定黑色吗？我忘记了。在家就会乱花钱，我又买了一堆库洛米的东西。到底是有多爱库洛米？可爱咪。我们来看可爱的北瓜吧，还在玩吗？北瓜，北瓜！我刚一瞬间好像哦，蝙蝠钢人是怎样？太好笑了吧！我不会弹舌，我这辈子学不起弹舌。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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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我这辈子都不会弹舌，太难了。老人中之老，你在想要玩那个哎，感觉有趣，什么鬼？你是一个很暴力的游戏，被我说的很有趣。在玩什么、欸？刚刚你说高能夫吗？你说对，我刚刚说皮库拉的时候。皮库拉，皮库皮库拉，没有啦，算了，没有很像，乱讲的，笑死。好香哦！他怎么这么可爱？快笑死！包里的有趣来是什么意思？高音的部分，只是他的高音让我的喉咙有点累。太难了，他的声音。他到底玩什么奇怪游戏啊？不，啊？停着等等。那个脸好好笑，他玩那个游戏脸好笑。他眼睛好长哦，他玩那个游戏的人超好笑的。天哪，好累哦！这个 Japanese Ninja， 快笑死！所以他要通过那些人，然后过关，是不是？不念钻石吗？我应该完了耶！
有多重结局，他一直挂掉那种小孩，他一直 feel。自己要吗？那名就念 greed， 硬要。I hack into the power greed。聪明，虽然他没有看懂，但是他猜对了。哦，可是这样也不行哦。还死掉了，快笑死！好呛哦，这个。那什么 ？I don't need rewrote the 什么啊哥？没看到后面的字。Reroad. Oh. 什么意思？好笑。No. Tank in a box. Woo. 这个好笑哦。Lash， 闪下他们是要干嘛？好强哦！好好笑哦，这个。好的，应该算蛮后面的，但感觉之前已经有玩一阵子了。不知道什么东西。哎，我们念排行。今天我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十是乌糖，恭喜乌糖。牛奶是不是？第九是 Rory 笑笑，谢 Rory 笑笑。第八是 Yamaru， 谢 Yamaru。第七是 CKUMK， 谢 CKUMK。第六是嘉宏，谢嘉宏。第五是 Kamui， 谢 Kamui。第四是太空，谢太空。第二是 QK， 谢谢。不对，第三是 QK， 谢谢 QK， 谢谢。第二是开闸，谢谢开闸，谢谢开闸。第一是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谢谢，谢幻影战士，谢谢。好难笑、喔，哈哈哈哈哈！这笑声真的是太难笑了。哈哈哈哈哈！太坑了吧！来来来来，大家辛苦了。我们星期三呢，不是唱歌，星期三呢要来做东西，我要来做小点心，所以星期三我在厨房。对，我要星期三来炸厨房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炸厨房的成果。好，就是这样，拜拜，大家晚安。他的笑声要
升八 key 怎样？太难了吧！拜拜，礼拜三是周五哦，是两点，两点 dash， 大家不要记错时间，是两点。希望大家看得到我炸厨房，什么鬼？